大家好，很开心今天可以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越南语。越南语，我们今天所学的是第四课，关于子音嘎跟母音啊。好，首先我要给你们看一看小越南的小朋友那边写的是怎样写，有些什么写法来写拉丁字母。这还熟悉，可是这种写法，不知道台湾的小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写拉丁字母？那我们那越南那边也有这种写法，看起来有点特别，还有蛮可爱的。好，所以我先介绍一下，好，我们今天所学的是。那个母音啊跟子音嘎，好，这是我先念一念，那是宝，这是嘎，这是要目的的是介绍一下而已。好，首先是我们要温习一下我们上次所学的东西，希望大家现在都会掌握我上次所。教你们怎么念那个基本的字母和音母，应该好。是我们上次所学的那个啦哈，好嘞，还是暑假哈，嘞是一种水果。嘞嘞嗨嗨，喂喂喂嗨喂，喂喂喂是长的声音，嗨喂是暑假已经来临了。好，温习时间就到这，我们现在开始学第四课。第四课我们学的是那个子音嘎跟母音啊、哦。好，大家请。跟我念，啊啊啊，还蛮好，啊，好，再念宝宝宝宝是黄牛，黄牛是宝，对，黄牛。黄牛是宝，跟大家再跟我念一遍，啊啊，宝，好，那个子音我们上次也学过，大家会不会记得是 baby 这样？好，接下来是子音嘎。搞搞，那念搞搞，好，这是搞搞，搞，大家知道啦，搞是草草，好，草木的草，草，好。先大家请跟我念一念。包，宝，宝，高，搞，搞，再念一次，包，宝，宝，高，搞，搞，好，希望大家都掌握怎么念了。搞，这是越南，我们叫做。嘎是白鹭的，这是嘎，好，白的毛很白，脚很黑，长的脖子，好，这是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植物，在越南我们叫做嘎，嘎，这是个刺。说是搞是一种植物，像我们
刚刚看到的稿，好，大家请再跟我念一念，啊，宝，稿，好，宝，稿，好。诶，这有什么？这有牛妈妈，还有小黄牛，这是它的主人。这是草，这是狮宝贝，搞，哈，宝贝，搞，大家请跟我念一遍，宝。杯搞毛搞好，我们上次应该都学过了。把啊包圆包，把 A 杯改啊高塞高，把啊包塞包，改啊高华高。好，宝就是大的黄牛，叫做宝。小的是贝，是大黄牛的小 baby 就是贝，狗是有，宝狗是一炸草。好，请大家再跟我念一次，宝贝狗宝狗，就是它们有草可以吃喽。我们继续，这是什么？越南怎么讲？怎么叫？宝贝，好，宝是捕鱼的，是捕鱼的东西，这个用来捕鱼的叫做宝。这是贝，个子浮在水面上，这是贝，宝贝。好，大家再跟我念一次，我们就继续，宝贝，好。第一课吗？不是啊，学一学第四课，再跟我念一次。啊，宝，改，搞，包，把阿包圆包，把阿包两包，改阿高，改阿高圆高，改阿高圆两高。好，温习一次。宝贝高包搞，宝贝。今天我们所学的是重点是在这里。我们今天学的是子音嘎跟母音啊，哈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黄牛、大黄牛、小黄牛，还有草、宝贝、搞宝搞，还有捕鱼的东西叫做网，另外可以浮在水面上。用竹来做的，像大家刚刚看的叫做摆，怎么玩摆好？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它的念法，学到新的东西。我们到第五课再见，同学们再见。